虽然还很年轻，工作、道务、家庭一样非常忙碌，可是他修道的这份心呢，始终一贯如一，始终都如一，都保持一样哈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陈讲师为我们开示这堂课。好，请大家起立。好，我们请陈讲师起立开示一鞠躬。陈讲师好。谢谢讲师慈悲。谢谢呢，各位点团师，各位前贤，大家早。那后学真的非常感谢天人师的祖师的弘慈大愿啊。还有师尊师母的护持，还有谢前人，还有各位点团师的提拔，让后学呢能够有这么福气呢，能够在这边学习这堂课哦，跟大家结一份法缘呢。那这堂课叫做什么？这堂课后学就会讲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受，还有现在的一些健康的问题，报告给大家听这样子。那后学是陈世清，PowerPoint 上面有写陈世清前言其实今天的课程就只有三个重点，第一个就在讲健康。那请问在座的每一位前贤，有没有人不要健康的？如果不要健康的齁，那个就很快就会升天哦。第二个重点就是素食，第三个重点就是清口哦。我们今天三个主题就是这三个齁。人家说健康齁，真的什么最重要？观念。如果观念正确的话，那吃起来就会非常的健康。如果观念错的话，一步错就全部都错掉了齁。那后学比喻齁，像外国人真的是比较有那种健康的观念齁。他用100块钱来做养生，然后50块买保险，那10块呢是看病，那最后一块钱是抢救。这是外国人真的是很有那一种养生健康的观念。反观我们华人尤其是台湾人你看只有用1块钱养生，10块钱吃药，50块看病，那最后呢，最后的那一口气用什么手段就要把他救活。所以包括后学呢，其实生命呢真的在最后的一两年把钱花光光，重点就是因为生病了嘛，所以一定要把他救起来。所以看到这边后就觉得养生还有观念是非常的重要。